准访谈，今天我们关注一下教育课题。是按水准的会考成绩星期一的时候放榜，那么今年的升学率创下了8年新高，其中本地第一所专门录取普通公益源流学生的玉峰中学在会考当中的表现亮眼，有98%获颁普通公益证书，比全国考生的及格率还要高。是，那么玉峰中学如何为学生量身打造课程，让他们也有机会发挥所长？按水准会考成绩不理想的考生，那么要如何规划人生的下一步呢？我们欢迎棚内的两位嘉宾，首先是玉峰中学高级教师吴立斌吴老师，你好。吴老师好。以及年轻的朋友许嘉荣，嘉荣你好，欢迎你们。先问一下吴老师，玉峰中学今年迎来第一批的毕业生，你又是从3年前就加入玉峰中学了，等于是第一批的老师，对，你有什么样的感触？感触当然非常的多，因为看到他们的改变，从中一刚进来，很多时候他们都缺少了很多的自信，对学习也没有兴趣，因为由于一些小学的经历，学习经历都不是很好，可能常常很多的挫败感，因为一直的不及格啊等等，那家庭的环境也不是很好。那当他们来到玉峰的时候，中一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让他们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学习体验，让他们知道说自己其实是可以发挥所长，他们能够成功，所以呢让他们能够享受学习，喜欢学习，那从而不会排斥学习，不会排斥来学校，那从而他就可以学得更好。对，所以看到说这4年来的努力，老师跟学生一起的努力，再加上家长对我们的信心，那最后的成绩大家都非常的开心，也为这些学生感到很骄傲。对，看吴老师说的轻松，相信过程一定不简单。是的。问一下嘉荣，嘉荣，我知道你以前的成绩也曾经不太理想，你现在记得当时那种感觉吗？记得当时我领取我的 N 水准的成绩的时候，其实我非常担心，因为我的成绩不是很好，而且我的英文不及格，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些什么，能不能够顺利的再继续升学，还是我得去完成我的那个国民服役。后来你就选择去当兵了？没有，我很幸运的，我可以进入了公益教育学院继续的升学。因为他们没有说好像你不记得一个课程你就不可以进入他们的学校。有些同学及早当兵了，是吧？确实是。那在求学的道路上跟过程当中又碰到怎么样的一些困难跟挫折？挫折的话多数是在中学啦，因为我在中学读的是就是 normal technical， 就是大家说的那个普通公益班。所以当时在很多人的眼里，我们是一群不爱读书，整天在学校调皮捣蛋或者是惹是生非的一群坏学生。可是我不可以否认我的班上确实有些同学是比较坏一点，不过这不代表我们整个班次的人都是一样的人。所以通常我们比较会被其他人排挤的时候，通常是在我们的课外活动的时候，因为我们跟其他的班次的人就会有交流，他们对我们的看法是我们就是坏学生，他们不爱跟我们说话，跟也不愿意跟我们做朋友。你当时怎么应对呢？怎么走出这样的一个低谷？就其实是不予理会啦。对，因为你在乎的越多，人家也不会去在乎你，所以得靠自己。不过嘉荣还是很幸运哈，你出来找到工作以后遇到一个对你很好的老板，是吧？是的。我很荣幸的有我的老板对我的栽培啦。因为我刚出社会做工的时候，其实也是很新，很多东西我想学的，我老板都很愿意教导我，而且我有些问题我不太会的，他也会尽量的帮我解决哈。了解。像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嘉荣，他现在侃侃而谈，回忆那是16年前的这个拿成绩的当儿。老师其实有在不同的学府教过，在主流的学校，也在玉峰中学。玉峰中学把这个 NT 是我们叫做普通公益源流的学生给集中在一个学校里头，跟一般分成3个源流的，对不对？有3个源流的这些主流中学，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最大的不同点就是说，我们能够将我们的教学更集中于这些学生他们的学习的方式，那也以小班制
我们能够让更针对学生的困难，学习困难，那我们可以帮助他们。那当然我们在育丰中学的时候，我们有安排很多不同的活动，让学生有机会发挥他的强项，让他们有机会去尝试不同的活动，甚至到国外参加一些的那个社区服务啊等等，这些帮助当地的人，让他们去吸收更多的经验。所以这些不同的活动都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开阔他的眼界，从而呢让他也知道说自己在不同的事情上他做的，他能够得到成功。所以每一个小成功他都可以尝到，那他就知道说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做得更多。那这就是我们在育丰我们希望达到的，就是让学生知道说他在这四年来他可以有很丰富的学习经验，让他能够知道说自己可以成功，自己可以做得好。就是等于说有一个环境让他提高自己的自信心。对，我们知道育丰中学其实每个班的学生相对人数也不多，对吗？对，比较少。对，多少人？大概18到20。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人数的安排最大的好处会在哪里？当然对老师来说，我们就可以更多的时间花在个别学生上。那而且在面对学生的学习困难上，我们也可以放慢我们的教学。那针对他们的一些不同的学习困难，我们能够比较有针对性的来帮助他们。那当然那个关系的建立也可以更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这一批的学生，他们就是可能在家里他跟家长关系也没有很好啊，那也缺少了一些的督促等等。那我们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就可以从而建立，那学生信任我们，那愿意就是我们也愿意聆听，那学生就在学习过程中就更加的更享受，对，也更积极，对，肯定是。那有没有采用什么特别独特的教学法呢？因为我们在育丰，我们主要除了学术课程以外，我们还有我们的培训技能课程，所以就是联系到公益教育学院的那个技能证书。那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教学都是让他能够实境学习。把所学到的都跟生活有关，而且都是一些技能。那比方说我们学数学，可能只是一般在课室上学数学，但是呢我们在育丰我们就带他们进入到可能宅烟的那个店户外教室，有户外教室，我们在我们校内也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小型的那些商店。那我们让他们能够去知道说怎么样去把数学的理念也可以用在这些怎么排那些盒子啊，那些货品啊，这都要看它的那个多长多宽，这些都是在数学理念上都能够用到的。对，假如我们知道这个虽然今年的升学率8年来最高，当然还是有一些学生不太理想啊，作为过来人有什么鼓励他们的话？不太理想，就是说如果他们不能够升学的话，不要担心，其实他们还是可以去跟上一些课程来增加自己的知识，然后来完成他的人生的另外一个目标。因为人生不仅仅就只是在学术上，可能他在其他的方面发现他自己有长处，他可以去发展他的个人的事业。所以我想嘉荣讲的就是那种不放弃坚持下去的理念。最需要得到的是什么呢？家人跟朋友的一种认同感吗？是吗？对，因为我们做每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其实我当时我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都没有什么想做，因为我觉得我做的什么都没有人会去看，也没有人会关心啊，就是成绩就是及格也好不及格也好，也是对我的人生没有太大的影响。当我第一次感受到我认同感的时候，是我在上公益教育学院的那个 High and Tech 的课程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老师非常的细心的教导我，让我在成绩当中表现得非常的好，连也是第一次让我得到我以前所没有感受到的认同感，让我在这个学习当中继续的维持跟努力的维持我的学业，然后在这2年的课程当中，我的成绩是不错，GPA 最后是3.6，可以。我们在3.6的话，我们有机会升上那个理工学院的第二年，
可见这个自信心跟成就感都非常重要。这个呢，除了老师家长给予，自己也要提高自己的自信心。当然，好，我们今天时人访谈，谢谢吴老师，谢谢，还有嘉荣您的分享，谢谢，谢谢您。观众朋友，如果你想针对今天话题提出个人看法，欢迎到我们师承有约面部网页留言。广告回来还有下段的新闻，别走开，我们回头见。回头见。